后在半周天气比较凉爽。暗巴先，暗巴先。
ばんまで。何を言うの。やめていいよね、ひげほいやろ、お尻に見るのが。散歩。うん。じゃあ、昨日と。
人请佩戴口罩。
去了，就是这个方面也不好意思，反正就是这个
睇下你咩開唔開啫嘛，你唔開就唔講走佢啦。我都係開一日啫嘛，啊？我問我開唔開，問我開唔開之後話我，我聽日有嘢開之後我話，佢話之後話不如睇下叫你開，睇下你開唔開，你唔會做，開完你唔會做啊嘛。你話我又問下，都話問下先咯，睇下幫佢問下唔開咯。
就諗緊，因為咧，如果我搭極咧，你都仲可以跳入去啊嘛。我搭過咧，我唔會搭得咁勁咯。搭高咁高啊嘛，你仲可以有咩擒咗入去先啊嘛。但係啲箱你擒唔到啊嘛，太高啊嘛。唔係，一係咁啦。如果我做嘅話，我就放開啲箱，我過隔離之後，我就落喺一個門口度。但我唔諗咁高，我俾你跳入去，係咯，一係咁樣咯。因為我都喺度度緊，我成日都喺度諗緊嗰幾個箱我又擺唔到，因為你知我嗰啲嘢奇怪狀咁樣，完全咧就好難就攞擺噶啦。你對面又有部單車喺度，對面有部單車喺度，又費事搭到成條路都冇得行。冇嘅，因為嗰兩個箱喺度真係壓榨到咧。因為你得翻個邊位咧，我又唔可以唔擺嘢入去啊！我唔擺入去又唔夠擺啊嘛，擺埋入去你又開唔到門。係咯，你咁應該你聽日如果朝頭早做嘅啦，應該多數禮拜六就多數朝頭早做嘅。你一定唔夠我做咯，我應該十一點前應該都做唔到㗎啦，你嗰度。我今日都係。你當我九工日，我今日幾早翻？拍過幾多個啦？佢認真唔望，
我们交通机晚上很多。好嘞，我哥在海东。喂，那他把我们机啊，那飞机被他砸烂了，不对，咱们砸烂了。Thank you.
乘坐西九六零线。